一年之内哦，了好侪钱哦，四五千万，真心肝足艰苦的啊。啊，不过咧，迄个时阵，那么咱就想着讲啊，阿妈有一个哦，古早味是红油鸡，那么烘起来了，结果咧试卖的结果咧一炮而红了哈。淡水那时候15年前没有手工料理，所以我们就想说 ，OK， 是不是可以试试看？因为我们很坚持，就是一定要呈现这个原味。你坚持久了，就会有吸引很多客人说啊，这边的这个地方是真的真的道地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台湾百味。